OK， 那现在我们来到体验服 SP 八旗大蛇抽卡活动来了，正式服下周三，体验服本周五。当然在抽卡以前呢，我们还是应该先来商店里面换一下呀，万一这次登录就中召唤券直接抽到了 SP 蛇呢，直接开出 SP 蛇的话抽卡都不用抽了对吧。好啊，这个 SP 蛇的话是长得还挺英俊的，你看它后面这个蛇的这个形状非常的蜿蜒盘旋，眼神也很有蛇神的杀气啊，真不错，粉红色的 SP 蛇我喜欢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抽卡。免费一抽筋给抽掉。这次活动除了平时的三次 UP 以外，还多了一个520的专属的月之符咒啊。520月之符咒啊，这个月之符咒就520抽可以获得，但是能兑换的 SSR 都是一年以前的呀，除非是 SSR 没有全收集的玩家，不然肯定没有必要去抽这个的。SSR 全收集玩家千万别抽，别看着月之符咒好像很好玩的，仅适合于未收入，仅适合于未全图的人。所以这次我抽卡，我自己准备就是抽到 SP 蛇就收走啊。啊，当然如果抽 SP 蛇不小心抽到600抽的话，当我没说这话呀，那就当是送了个月之符咒吗？不会的了，哎呀，我抽卡这么欧，怎么可能600抽保底呢？频道不对啊，我们换个频道。这个频道里面缺 S 啊，不仅少了一个 S， 还少了两个 S， 或者说多了一个角啊，那个 P 多了一个角变成了 R， 不好不好。来，我们来画一条蜿蜒的蛇。既然要抽蛇神，当然要画蛇。好，看一看能抽到几个蛇啊！啊，妖狐，哎，直接黑屏。好，这里抽到了一个四头蛇啊，五头蛇。鬼通丸一共有五个头吗？一个头长在肩膀上面啊，另外的四个头的话连在链子上面。可惜了，再多几个头就是我们的八旗大蛇了呀。鬼通丸还是头不够多，这个鬼通丸就是逊啦，就只有五个头，我们蛇蛇有九个头。鲤鱼精，武士之灵亲房主恶鬼。除了鬼通丸以外没有蛇。好，来画一个就背景里面那个 SP 蛇的形象啊，头发啊，我们照着背景画，一手指天啊，一手指地，然后脚，然后这里是他的那个蛇，天上地下唯蛇独尊，就背景里面这个蛇的姿势啊，还是很帅的。好，抽到了一个三尾蛇，三尾蛇也是蛇，耶，又黑屏了，耶，又是你，粉红色的 SP 蛇大哥哥，谢谢你 SP 蛇。这个粉红色的蛇我还是挺喜欢的呀，就是有点多了，谢谢你大哥哥。完了呀，这才多少抽已经两个概率 UP 了，我看看啊，31抽用掉两个概率 UP， 不是很妙啊，这个节奏不是很妙，这么快把黑屏概率给用完的话，那我下一次黑屏要是拖到300抽以后的话，那不是血亏。虫师林海蝶，林海蝶新式神也不算亏吧，毕竟之前林海蝶还有个骗票活动呢，骗票活动我没抽，这会儿抽到林海蝶就相当于血赚了对吧，当时要30抽才能换一个林海蝶。好，还剩一次概率 UP 啊，我们不急，稳扎稳打，只要保留住最后的一次概率 UP， 保留住最后的希望的火种，
等到我们把这个定向概率跌到30%多的时候，一发黑屏迎接蛇蛇回家。看到黑屏也对，黑屏也好，黑屏也罢，这个频道与蛇没有什么缘分啊，我们换一个频道，来到九频道或者七频道吧。九和七这个看起来形状就很像蛇，特别这个九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昂首挺胸蜿蜒觅食的蛇。哎，又黑屏了。哎，是蛇蛇，是蛇蛇，是蛇蛇。来了，蛇蛇他来了。啊，我缓一缓啊，抽到了蛇蛇，非常的高兴啊，特别的高兴，特别的激动。让我缓一下，缓和一下情绪。好，我们继续啊。这个画蛇出蛇，说明今天蛇蛇还是很爱我们的。继续写个蛇字。蛇蛇来了啊，但是没有完全来。谢谢十六夜的牛蛙，也谢谢大家的小心心。2 hours later。对呀、啊，我抽卡还是很欧的，就直接你看，100抽以内就出了八尺大蛇啊，虽然是 SSR 的，呵呵啊，来画个双头蛇 ，SSR 八尺大蛇也是蛇啊，难道就不是蛇了吗？蛇吐信子，伟大的双头蛇。判官，青蛙瓷器三兔。今天抽到的蛇相关的事情略少啊，来换到八频道吧。刚才有人说的对啊，八频道也是，八频道这个八也很像是一个扭曲的蛇，蜿蜒的蛇。我都已经想好这一次抽卡标题怎么起了，单抽八旗大蛇，速来吸欧气。你也是蛇，有蛇的尾巴，这是海蛇，没毛病啊。海蛇、白蛇，你们都是蛇。八七大蛇。又要再买下蓝票了呀。好，现在勾玉变成了13万、问题不大。好久没有画三尾狐了，画一个三尾狐。好吧，不是三尾狐，三尾蛇。三尾的蛇蛇。好。150啊，才150抽。完全没问题啊。来，我们来画一个银草吧，但我忘记银草的发型了呀。哦，这样子的，银草是一个单马尾啊，差点忘记了草爹的发型，罪过啊。哎，糟了，这银草画的有点，没事啊，这是正在输出形态下的银草，腿部姿势画的有点开放，有点奔放。画一只倚金针天，25%还没出也正常。就以我平均的抽率来说，我自己300抽左右出啊，所以我现在我很淡定。我知道蛇蛇他心里有我，他不会辜负我的。管胡会钻到那个桶子里面去，管胡也是蛇。小小黑会黑黑黑，你也是蛇。
画个追月神，追月神的兔子耳朵，有兔子耳朵啊，不是蛇。好像追月神手部动作 有点不对啊，手应该是沉下来的，太久没有画，手法生疏了。哎，哦吼吼，蛇蛇爱我，他心里有我。生根发芽，不好意思，蛇一开口我就忍不住帮他自主配音一下的呀，这就是他对高天元的审判啊。他一开口我就想到了，这就是生根发芽。我看看多少抽啊，182抽啊， nice。 顺便看一下蛇蛇的黑蛋吃的怎么样啊，抓蛇蛇来打工，来给蛇蛇吃黑蛋，蛇蛇这么爱我，他肯定不会加普攻的，毕竟 SP 蛇只要二技能和三技能就够了嘛。他这么爱我的话，他肯定会为我节约一个黑蛋呢，他心里有我，所以这里三个黑蛋就可以吃满技能了，普攻是不会升到五级的。谢谢小荣续费的舰长 Thank you。 我爱蛇蛇，我要给他吃满黑蛋呢，我心里有他啊，不是，是我要解开传记二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八岐大蛇他的传记二要求升级技能12次，如果不给他吃12个黑蛋的话，解不开传记，拿不到蛇蛇的碎片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好了，蛇蛇抽完了，还要吸欧气的赶快吸吧，祝大家正式敷衍一发入魂抽到蛇蛇，这个单抽如果是 SSR 蛇的话也挺好的对吧，单抽是 SP 蛇就更好了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@歌海晨露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